嗯 <laughs> uh, 我房子都酸到起飞了。经过这次的事情，小四同意了尤其换个大点的房子，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那就是租新的房子需要保证人。可尤其的父母还不知道他已经结婚，要是突然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估计会吓他们一跳吧。果不其然，当尤其把事情告诉老妈后，呃、啊。 母亲知道尤其结婚后，要求儿子带小斯来见见自己。于是第二天，两人准备回老家看看，顺带的还能度个蜜月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小斯要求尤其帮自己买台相机，这样就能记录两人每天的点点滴滴，最后把照片做成回忆日记。然而在买下相机后，尤其却对拍照上了瘾，对着小斯开始无死角连拍。 这之后，两人坐上了回老家的大巴。小四一坐上车就沉沉的睡去，尤其却因为不习惯，完全睡不着。也就在这时，汽车很识趣的颠了一下。<laughs> <laughs>